昨日睇完隻粉红色，今日再多几隻色，仲着埋机添啊 ！iPhone 5C 着机了，新片即刻睇啦！之前啲 iPhone 碟照，无论系 5S 定系 5C， 都系得个壳或者得米机。今次内地网站收到流出运作紧嘅疑似 5C， 条片就唔系太清噶啦，但系睇落就似系上紧网。唔通下款 Mobile Safari 界面玩咁灰色系？不过见到粒辅助元点仲喺度，新版嘅 iOS 应该起码会 keep 住 Assistive Touch 嘅。之前流传嘅四寸 Mon 都可能系真，因为 size 同 iPhone 5差唔多。另一条外国网站嘅片就见到 iPhone 5C 嘅机壳样本，有齐黄绿红白蓝五隻色，啲掣嘅摆位同 iPhone 5好似，只系大细声按钮唔同咗形状，似弱软多啲噃。机底嘅耳塞 jack 头、喇叭同埋 Lightning 插头布局，就似第五代 iPod Touch 多过 iPhone 5啦。电源嗰个窿插 Lightning 线就 fit 晒，右边疑似嗰个 SIM 卡槽 ，Micro SIM 就肥得滞入唔到，似乎同 iPhone 5一样都系要用 Nano SIM。iPhone 5C 唔止机壳多色，仲好识得衬色添啊！蓝色机就蓝色桌面，黄色壳就黄色 mon， 白色就配白。至于真身系咪又平又出色呢？下个礼拜二发布会自有分晓。